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阿富汗呢，从1979年就开始内战，然后到前苏联长达9年的进攻阿富汗，然后美国又在阿富汗待了长达20年，那直到去年才结束。大量的阿富汗难民从1979年就跑到了邻国巴基斯坦扎根，当初的孩子现在已经到了中老年人。那就在前几日，阿富汗内政厅呢发出呼吁，让阿富汗人民回家的请求。最近呢，巴基斯坦内政厅有人就提问了，为什么巴基斯坦要接收这么多来自阿富汗的难民？当前巴基斯坦的经济已经一团糟了，我们怎么还可以为他们提供福利？由于经济已经陷入困境，土耳其都不再接受阿富汗难民了，难道我们的经济比土耳其更好吗？巴基斯坦呢，也应该早点像土耳其一样拒绝接受阿富汗难民。那现在呢，必须结束接受难民，并且我们需要开始大量驱逐阿富汗难民，这样巴基斯坦才能再次成为我们的巴基斯坦。可见呢，因为巴基斯坦有大量的阿富汗难民，已经给巴基斯坦造成了严重的负担。那单是给阿富汗难民这个发的身份证呢，合法的身份证呢，就有140多万。那其实呢，在巴基斯坦有500多万阿富汗难民，这个数量很庞大的，500多万。那去年8月逃亡到巴基斯坦的就有65000多人。那还有很多没有身份的人，现在这个驱逐程序已经开始了，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驱逐。内政厅还说呢，从前苏联战争就开始跑到巴基斯坦的难民必须全部返回家园。内政部呢还说，他们给阿富汗难民的时间已经够多了，是啊，好几十年了。那这些人呢必须回到他们所属的家乡阿富汗。阿富汗的冲突和危机对巴基斯坦来说并不重要。另外还有一点有意思的跟大家分享，内政部的这个表态，他们迫切需要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的边境线上修一堵墙，就像特朗普对墨西哥所做的那样，建一堵墙叫美墨边境墙一样。他还说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啊，他说啊，这个墙必须是犹太制成的，他不仅说要建墙，还说了墙用什么材质。我想了一下，这个钛的特性就是耐腐蚀，对吧？耐腐蚀性能吧，别的我就不知道还有什么好处。为什么他一定要指定用钛钢去做这个边境墙？那事呢就是这么个事，我不知道正式文件什么时候能下来，他们也在制定细节。为什么要说这个事呢？那接下来等这个正式的文件一颁发，首先在白沙瓦地区呢，治安呢就会非常的乱，然后呢就是大规模的游行，各种组织们都会站出来行动。大家觉得巴基斯坦有必要驱逐那么多或者站了那么长的阿富汗难民吗？会不会再次触发大规模的抗议呢？视频下方留言，感谢您的点赞关注，我们下期视频见，拜拜。